遮住指纹的走红。大衣早也开始越来越时尚了，不仅仅是打扮上面已经是很知性，而且在性格上面，他随着大衣哥算是长了不少的见识，有了很多的改变。从大衣哥的最新动态传来消息，大衣早开始进军娱乐圈，而且获得了朱之文的亲自陪同，夫妻首次合唱歌曲。对此虽然大衣哥本人没有回应，但从邻居们那里得知，大衣哥有意把老婆向娱乐圈歌唱事业上引，想靠着自己现有的名气发展夫妻合唱事业。开始大衣早一个人在录音棚里，大衣哥并没有在其身边，已经排列好的歌曲真到了他独自一人唱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开口。身着灰色上衣的大衣早打扮并不是很突出，也显得十分的低调，他面带笑容的样子还是蛮随和的，看着老婆不知道如何开唱，大衣哥也是亲自上阵和老婆一起开始献唱。在大衣哥的带领之下，他也是慢慢的放开了耳机，拿下了一点似乎是在寻找着大衣哥帮唱的节奏。很多网友表示大衣哥现在是越玩越专业了，从星光大道走出来之后，不仅仅是获得了大家的支持，如今还把媳妇也引上道了。其实自从老公红了之后，大衣早也是不停的玩直播，做玩家务的他没事就举着手机到处直播，虽然他有时候被说成不务正业，但人家光靠直播一年就能赚到近50多万呢。对于这一次春迷夫妻越玩越大，有网友声称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文化人，再怎么吵也就那腔调，但也有网友表示看到大衣哥一步步的走来，朴实的他能走到现在也是因为非常的务实。草根明星和网红都非常的多，但像他一样有爱心有善心的草根真的不多，红了这么多年的老朱能不放弃这一个大字不是一个的老婆，仍旧还是和他住在农村，就这份真诚朴实的作风就值得大家点赞。在录音棚里也不知道他们录到是什么歌曲，但希望大衣哥能有属于自己的新歌推出。对于大衣早已开始准备出道，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来看这一个提问的呢？